好的，各位，我们休息了一阵子，终于可以回来看这个 Home Story Cup 第22届的第三天赛程。目前进行到的是胜部第一轮的第四个 match， 有我们的 Sarah， 啊，对上的是 Beyond。再来一个波舞，大家不知道这个宵夜是准备好了没？可以吃了吧？吃了，吃了，这把吃了，吃了。毕竟我们应该还有三个还是四个波舞，还怎么样？刚刚那个不是那个女生不讲武德打狗毒爆啊，是 Elise 头哥坏掉。他硬去跟对面照着，还要打狗毒吧，头壳坏掉。我刚刚想说他手会不会抽筋、啊？他那样玩就要乖乖的去做建筑学按蟑螂就好了。哇，比方拿一个三兵营打法。啊，他又要跳死神了！我的天，东西还可以拿出来用吗？不对 ，Serum 无法开，岔赛，好了，死了。我只能跟你讲。现在 Beyond 很优啊，只有五瓦开啊，真的还没瓦斯哎、欸，而且这个是，这是不是12滴啊？他这是12滴哎、欸，啊不是12滴慢狗吗、欸？再见了，一脸撞伤，已经可以宣布了，已经可以宣布了。所以啊，这把基本上 Zero 应该是没救了，12滴五瓦开，欸、是这是你12滴过来，然后遇到三兵死神，这要打个鸡锤啊！太尴尬了吧！而且重点是你等下过去，那个狗叔你要到民国几年才好？超久，你要被这死人甩烂的，有几个妈都不够用哎。好啦，宣布，然后奔上。哦，好，就是用蟑螂手，好。那可是你那个经济超差的。对啊，亏的手。怎么会有12滴啊？我有看错吗？怎么会有打人类的12滴啊？不知道什么意思啊！我偷偷倒转一下，我看一下确认一下是12滴。看一下，可是那个时间点狗上去，对啊，第一个兵啊，没错吧？应该真的是12滴啊！对啊，他那个狗刚到，他第一只死神还没出来啊，什么意思啊？怎么会有打这种东西啊？你现在几分几秒？三分22、23、24、25、26、27、28、29、30。好，养眼。看你出蟑螂，这死人就不用再按了。后面 BF 赶快盖一盖。不要盖掉，我还没有下矿啊。我怎么盖矿？害怕对面蟑螂直接走出来了，怕的要死。这怎么可能走出来？走到你家都一直起飞，而且重点是，他大概也猜得到这个后面是不会有狗数的，因为你前面的狗这么早来，基本上应该是12滴啊。然后你这里又按蟑螂又变九尾兽，可你很有可能连狗数都没，完蛋了，跳上去了。估计好啊，估计他打这个三兵也没有遇过对面是12滴。对，我也没有想过，我也没有从来没有想过打三兵，然后对三兵死神对面是12滴的画面。打这么多场三兵也还没遇过对面12滴，硬换，他得硬换，我觉得硬换没有比较好哎、欸，奇怪了，怎么感觉硬换很亏啊？啊，死光了死完了。稀寥寥，我刚刚说什么？你刚刚说你宣布了、啊，我宣布了，嗯，宣布了，我总觉得哪边怪怪的。好啦，你要再做了，是没事啦，这个、但是不可能这样子去硬换的啊，就好像没什么必要，我觉得没必要啊，你还可以在那边撑很久，因为你一辈子你假设他就是不要，你不要开三矿啊，他就三矿一辈子出不了，出不来啊，你就一辈子不用开三矿。因为你那个蟑螂过去也是被手弹整天炸个没完，一路炸回家，
直接送你回家那种。你主要是换的也不够多啊，他硬化还换不够多，刚换几只？六只？五只？五只？五只？那绝对是不够的。欸，主要他二矿号还慢了。他不是第一时间就补下去，他是先 VF 的。怎么这么神奇的画面啊？这个 TPT 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啊？这么我头好痛，炫炮、啊，这么炫炮，不错。我头好痛、啊，怎么会这样？让大家看点特别的，龙塔下去了。哎呦，你想办法点哇！这桶来了，走不了、欸，又硬点，又整硬换了。这个、啊、不是啊，你这些前面东西都送光了，等一下怎么办？等一下飞桶出来怎么办？下面藏、啊，他看到吗？没有，零。出发事情了，出发事了，我这样，连这种局面都会打成这样。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他怎么判断的，好奇怪啊！那、啊、其实前面该可以看到的都已经看到了，看到这边出蟑螂、啊，看看 Beyond 正面这一拳呢，他现在这边这一拳必须锤死了，怎么可能？我不相信。哦，不过他是 Beyond， 好像可以相信一下。五只应该要看到龙塔了吧？还是没看到？好，是没看到。运气好好，他又没看到了。然后他刚看到你在按，他刚刚看到你在按蟑螂，所以这里基本上不会防，一定不会防飞塔。哎，还是不管，就正反正就正面追一拳。哎、欸，他这是要三开的，他还在家里面守。他是不是觉得对面要蟑螂一波打他？一一蟑螂。嗯、大错特错，有可能大中计，大错特错，人家飞糖要来了。他是不是要打勾勾就一流？五只飞糖之后转200人口，摸摸就一波，很像摸摸就一流，很像啊！这是勾勾就一跑去打欧服，让 Zero 学到一点东西。传授完了。可以宣布了吗？进去了，完了。飞糖先甩一只，快跑啊！点那个坦克，点一下也是，点一下也是赚。是八只共兵，三矿还没 BT。这一拳出不了，哇！来来回回死了十个，然后对面又补了十个，对面已经快80只工兵啦，心很乱，心很乱。真的不太对耶，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啊？到底为什么？就是局面理论上死神是可以一直甩的、啊，厉害！刚说啥来着？12D5瓦，遇到三倍死神太神秘了。如果连12D5瓦都不会亏，哎呦，哎呦，哎呦，啊，洗完了，可以，有机会了，有机会了，这边一拳，没机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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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后面兵还没有全部接上，先一半先被吃掉了，怎么会这样？一定是因为你说有机会了，哈哈哈哈哈，啊啊，什么意思啊？怎么推这么随便？到底是怎样啊？好粗糙、
么意思啊？回家睡觉啊。不是啊，你想刚刚那个兵力，如果这个枪兵跟坦克是站着的，看起来是有一点机会的吧？嗯，我同意。然后就这边是蟑螂啊，有水。不是啊，还是有觉得这边坦克够多。对啊，没有，我意思是说，他如果有办法架好，我意思是说对面就只有蟑螂而已，这被那么多坦克轰，真的很可能一波爆。怪了。没有啊，他就是洗完飞糖就膨胀了，你知道吗？就跟 Nice 一样。你怎么还不跳？啊！到底是怎样啊？直接在这边宣布退役。哎、欸，你看他这个这波，如果跟刚刚一起 A， 他现在可能有多少台坦克？他现在可能有十台坦克、欸，哎，力大无穷、欸，哎，超多的。就是蟑螂直接被轰烂。甩甩甩，甩到天荒地老。对面有飞蟒啊！如果这个三变形死神连打十二地五瓦开都打不伤的话，那这个三变形死神到底有什么屁用？你知道这个东西现在会拿出来用，是因为有一些内控的地图，然后会去赌对方人类是五瓦开，你的那个死神就可以在那边甩很久。嗯。啊，可以破。哎、欸，好像有反应哦，工兵走。啊，这什么建筑学？天哪、啊！搞自己，滚了一些些。怎么有三台坦克在这里裸奔？你的建筑学是改成这样子？哇啊，这边要出牛嘞！但我觉得，你的三坦克又往下走了。你看这个精锐的建筑学，我觉得这个牛好像冲不进去。啊不对啊，这不是就说、哦、你怎么又变幸亏、欸、我操，哎呀，障目睹物，为什么又是新鬼？你可以跟我讲吗？一百这些人类是觉得怎样变要塞都是陷阱的，是那个定住不动的都会直接被滚掉，还不如变这个可以飞起来的，还可以先再丢两把矿的。没有这个还有想法是这样吗？这个可以飞起来的，我大不了就是工兵不见而已，但我变要塞，基地不见，我是连基地都变不见。其实我也是这样想，这样吗？其实我很久以前就是这样想，但是你都已经长这样了，你还变这个东西？对啊，你是不是很想？但你还 是很想被滚死。前提是你要能够守住，干嘛？前提是你要能够守住他，你的那片星轨。哎呦，哎呦，哎呦。啊，那雷兽甩不动了吧？甩不動，你甩一辈子吧。雷兽甩不动啊，甩一辈子吧。也这个牛的那个提速都好了。这兽怎么打？滑鼠是不是？啊？为什么你会接到滑鼠？因为我是用另外一台电脑的画面。哦。哇，这个是什么啊？太急了吧！是什么啊？还有人这么配合冲上来了？对啊，欢迎光临呢、欸！你要不觉得四矿那边很好冲吗？真是的、啊，再往里面丢。可是我记得主矿的边边是有包子塔的。要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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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骗我、欸，你就这些东西。哎呦，主矿没变哦。好啦，拆片矿。我要拆一片矿，你走得掉吗？雷兽来了。啊，不是啊，阿矿哦，有点掉了。全部载起来。上船，回家。回家。没埋，还没有树埋、啊，笑死人。没树埋啊，笑死人。啊，上面那个开放式空间，什么时候把它盖的挤一点？哼，我感觉要爆了。应该是要被冲，看一下啊、喔，
我不知道怎么熬不太够啊。是啊，那个你看那个雷兽有多胖，一直被卡在后面，就说那是垃圾单位了。没关系啊，它要变小了，再等一下。啊，甩不动，甩不动，甩不动。这都输了。三三还没有好。这种事情，这都输了。那我还是先去睡觉好了，最近运不太对，我明天先去庙里拜个拜，再明天再去。哦，我的天，哇塞 ，Skills 怎么会拿杀死 Skills 是不是有点阴猛啊？那么有实力。教室七进七出，已经可以开那个了吧？开进庙了，还是那个什么法学金色什么什么的踏普金色？记得来贴香油钱了。那个香油钱贴好，基本的礼仪都没有，还想让我帮你们啊？连礼仪都没有啊！法力无边，非常有实力啊！哦，这个闪现追猎要来压一波。看一下沙师傅，沙师傅碉堡连拍，啪啪啪，但家里没半点兵，家里没枪兵，张图是最适合这样打的。哎、欸，但是完蛋了，沙师傅第一时间工兵没有办法上去，碉堡这边不见嘞、欸，带起来，带起来，然后往后跳，然后甩死他，完了，我怎么觉得沙师傅要去了？开甩了，开甩了，沙师傅，沙师傅，再甩，再甩，拜托你，要死了，闪追操作好一点，真是，来吧。啊 ！F 二 ，F 二 ，F 二，是。再往上跳，直冲往上跳，嗨！你好，嗨，小点啊！点碉堡，注意啦，这顶度呀，我在。这 skill 的操作其实挺好的。他是不是也是在咱被有 buff 啊？都要锤死人了，然后杜鸦不见了。哎、欸，他怎么往上跳？哦，那边有一台坦克，原来是这样啊！对对对对对，原来上面还有一台坦克、啊。哦，怎么会有一只追猎从下面走下来、啊？这么厉害！哇，厉害哦，真的要甩死人了！再刷一轮。对啊，再刷一轮。原来是因为那个坦克从那边走出来，哦，绕一圈才出得来，好可怜哦。三小，哎、欸，对，先点坦克。真不愧是杀死。哎哎哎，没点掉、欸、你啊！你是不是又催人家了？啊、你是不是刚刚说什么？他的追猎操作真的很好哎、欸！啊啊！人家追死人多哎、欸，我吸得掉了，有点耐。不过沙师傅二矿的工兵也完全没在踩、啊，他工兵也是死一个，可是十十七，但没办法，原本啊还是打死了，啊、连打针都停不了，还是死了，这是没事了，还是死了。只是刚刚丑了一点，专业判断，不要害怕。刚演丑，沙师傅怎么打得跟我一样？生活不能自理。哦，又跳上去把东西点了。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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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兵死光光了。我们现在操作一下，轻轻松松。沙师傅下去。2-0。沙师傅就这，就这，哎，这种画面是变成这样。啊，怎么变成这样？哎，16个嘞，好像挂了。那7个嘞，挂嘞，已经亏了。再甩，再点工兵就好，点工兵，点工兵。啊，8个，把残血工兵都点了。啊，再点还可以，还可以，再点还可以，再点。9个，啊，已经赚了，还可以杀10个，哇。这是两兵营的吧？哎，是，对啊，这是两兵营的，两兵营杀了10只，已经赚翻了。
他两边一放中间还可以杀十只，对面是 C 罗，这个前面是发生什么事情？啊？好，三兵营都不一定能够杀十只，我两兵也可以杀十只。专业判断啊，好奇怪啊！上一把也是这样说的。没有，这个两兵杀十只就赢的哦，这很优哦，这超级优势的哦。的确，这超优的耶，两兵可以杀十只，超级优势啊。确实，跟你讲，两兵死超过四只，死超过四只就是一个很神秘的数字了。哇，我两兵怎么可以杀十只啊？对面是索拉，不是？什么奇怪？哎呀，稳了啦！这是 Beyond 哎，开什么玩笑？你看人类都三开了，冲出来在干嘛？还在家里面打手枪？刷公屏，努力刷。哎呀，稳了，下个碉堡，怕得要死。内矿开，打针开提。要什么有什么，不然要啥有啥。然后这张图又是内矿，你又不怕被打？确实。然后 Beyond 这边又使出他最拿手的，对，后面要转两船兵接出去。轻轻松松啊！我就问你 ，How to lose？ 看不到输的画面。对啊，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会输？可能把自己医疗挺 A 了吧？那就不是我的问题啦！干，他这光把自己医疗挺 A 了，那不是我的问题了。那肯定是有人在操盘啊。这个优势确实是有够大的。这边还强行侦查，虽然没有进去。嗯，这里面我们也是看了好多这种。How to lose 的画面。How to lose， 我天天都在 How to lose。这把真的 How to lose 啊！你看，全面领先呢，人类队全面领先呢。出发！而且这边两船兵出来了，我跟你讲，击败一点，这两船兵投那个主矿，投主矿，投那个内矿那个地方，然后在那个内矿主矿的虫态边缘一直在那边撑。嗯，恶心你！那虫态主矿的腹地太大了，那虫态没办法，没第一时间也不会去扑那。扫描，哎，打后虫，先打到木。哇，哇，起不来啊，黏黏的。救他，救他！黏黏的，有，救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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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这里，还是在金光后面，别放下来。有种你来，啊，有种你来。啊，先奶一下吧。牛奶啊，正确判断好吗？我要在。噔噔噔噔噔，把一攻一防好了。打一颗气球，再清虫胎，再一颗起来，往上丢，三四船应该可以跟着出来吧？来了来了，我感觉是可以接一起打，在同一个地方一起打好一点。挤进来啊！这个口太白痴了吧？来，
哦，我以为他珠宝要被诸葛连。我跟你讲，这个位置就是要来被诸葛连你的。对啊。哇，外面也来了，真的好，真的是好土路子。好，起来，内奸雷。哎呦！你们连毒爆的滚数都还一半而已。那请问 Beyond 的二宫在哪里？啊，为什么枪兵不动？好像也没死到，还好。他还把那个毒爆给点了，再走。什么意思？还特别下来把那个毒爆给点了。二宫忘记按啦。那个人没按。想起来，想起来，想起来，想起来。他是又想要让我制造悬念。有他想起来，他想起来，没事没事没事。这边枪兵很多，都还没好，还要一点时间，还要一点时间。三秒，一样好像不给机会。撑一下，撑一下。毒爆爬上来了，毒爆爬上来了，用爬的，用爬的。但是后面有地雷，后面有地雷，后面有地雷，地雷很多。内奸雷。哇！我被守住了。哈哈。对吧、啊？那怎么守住的？你怎么这么厉害？用我用爬的都可以守哎、欸。没事，可是不过 Steve 这一把也还没有很有钱，你看他到现在走68农，还是不好打，还是不好打。这个农民数，你存出狗毒爆还是不好打。哎、欸，你只有狗毒爆了，他会不会推一直推不进去再送啊？强制拉到中后期 ，Zero 连 Zero 连二攻都没有 ，Zero 连二攻都没有都没有提啊。那倒是，连二攻都防好就会那个打开一个差距。哦呦，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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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听到我那个声音就知道，连这个毒爆点下去，水都快出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啊，这种事情。哎，是被炸了吗？没有没有。他三四船的下面那边怎么不动啊？一直在转战术。下一波走出来带胖子的、啊，下一波走出来是带胖子的、啊，顶在前面，二宫二防好了，就是现在这个 timing， 带胖子，而且带速埋雷的，180人口，到底为什么比奥会有1200气？我到底哪来的这么多气？他只有开5个气、嗯，但他可以爆1200气，他是不是医药挺没的？也有也有啊。前面 BF 按太少，他完全没有按 BF 的东西。哎、欸，啊，难道那两颗是悬念？哪两颗？看到那两颗埋在 地板上的东西吗？我刚没看到。那两颗埋地毒爆啊！那个草丛里，你有看到那个右下角草丛那个有个蓝色的点点吗？哦、看到，看到了。下面呢、欸？给他点一下对面的部队。啊，算了，那对面的二攻也好，被推正面吧。胖子顶前面，胖子顶前面，啊、老鬼埋下去。放顶前面，哦呦，怎么要嚼？要包，要包。那时候想嚼，要包。后面看到了，别看到了。兵还有，正面有拉回来吗？哎、欸，为什么不要？为什么偏正面还是？他还是新鬼，他是不是真的很想虐待自己？他就是要 money 啊。钱呢、啊？他还是新鬼、欸，他那我跟你讲，等一下再被烙个一两，等一下烙个一两次，真的有机会出大事。钱呢、啊？没关系，正面压力。你俩现在 Steve 现在看起来人口是有拉起来，但他现在问题是，他把他其实戏开的不多。哦，后面鬼、欸、哦加回来了。他戏开的不多，所以你看他现在是没办法转兵的。虽然他现在有在按赤蛇科技，但其实他是转不出来的。嗯。没气呀、啊！哎、欸，反应好，
哎呦！哎呦呦哎呦哎呦呦！啊！好危险！车！啊不是，他都不觉得对面的部队看起来不太够。啊，他的地雷，一样的地雷到底在哪里？到后面，刚刚没爬过来。好散，地雷到底在哪里啊？然后胖子就没毒爆喽，嗯，然后家里面守住了，还是要推死，还是要推，还是要推死。这兵要接啊，又不续在正面了，又开始抽。好，抓住黄金矿，运气不错。然后上面再推，你看他外面那个要是要塞，那一点点狗过去什么屁事都没有。嗯、的确，哎、欸，这狗有看到那条狗吗？他要疯狂，哎，无敌了，无敌了，哎、欸，他还在咬哎、欸，你看那弓箭的病毒，只有那病毒，无敌了，哎、欸，还在死哎、欸。哎、欸，这死工兵！是没时间去练操作那个。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好，看一下这里。哎，枪兵要被滚到了！再起来，再起来！地雷炸出来！你在送哦！哎，对，对，我怎么感觉你在送哦？遁地收穴被挤下，挤出来喽！开始转。啊，还有空投王虫啊！你怎么这么厉害、啊？空投遁地兽。没有，这应该是毒爆虫吧？应该是要去炸工兵的。无限节奏拉起来，黄金矿又被打了。哎、欸，哦，他是载狗也行，载狗直接去投狗进去。那主要是现在 Zero 就算变遁地兽，他也变不了几只啊。也是，他也变不了几只啊！你看他现在气都没开，他是用尽全身的力气在采矿，还用尽全身的力气在守。哎、欸欸，看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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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家里面是不是要守一下？看到了，运气不错，还有飞蟒，哇！哎、欸，满魔的好舒服，好好好爽爽，好赚哦！残血的对调，残血的对调，残血的给我滚，残血的滚！哇！哎、欸、啊！坠机啦 ！Piu Piu， 坠机啦 ！Piu， 回来，啊，狙掉了，两船直接坠机。死的东西有点多啊 ！Zero 现在就这狗毒爆啊，他就是这些狗毒爆啊，他对地兽应该是按不太出来。没气，哎、欸，为什么他的鬼子在前面？你怎么落单了？今天好多人都迷路。哎、欸、哦，这边狗换不赢哦，这边狗打不赢哦。这边穿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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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下面也解决了。哦，好像要出人命了，总算打出破口了吗？完了，又有人要来吐奇怪的东西。EMP EMP 有没有 EMP？、欸、有鬼雷，有鬼雷！我、哎、呦哇哇，不是那些狗的猫都不见嘞、欸，那个 Ben。Yeah. 全部不见欸，好大一发，好大一发啊！啊，下面要动了吗？包上来，哎、欸，鬼子、欸，怎么又被包起来了？他怎么又被包起来了？鬼子走，鬼子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没站、欸，鬼子死光了、欸。所以他的鬼子是这样，他是拿来坦的，是不是？他是坦鬼子，他是拿来坦的、喔，坦克的心态。坦克他是坛子，再下、啊、再下又来，哎呦，快逃快逃！我们可以走一波正面啊！遁地兽在变呢、欸，哇！那刚刚鬼子死光了，我亏了！哎、欸、哎、欸欸，他又要、欸、他又哎、欸、他又来坦了，鬼子又来坦了！哎、欸，死怪怪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什么意思？啊！哎、欸，等一下，外面毒爆吃到地雷了。好，图鲁斯！哎、欸，最近说爬脸，怪怪的。
好像要被很快无价。哎、欸，但这一发够大。可以啦，鬼子还很多，鬼子还很多，鬼子还很多。里面还有很多鬼子啊，不紧张啊。我刚刚想说他鬼子送完了，然后遁地兽趴脸上就死了。优势这么大，还 A 的这么辛苦。哎、欸，怎么有一只奇怪的东西？我觉得我现在身体有点不舒服。我即刻宣布，我要去睡觉了。背后凉凉的。即刻宣布，先去睡觉。我不敢看结果，太可怕了。背后凉凉的。这个干虫，等一下一个定，这边全部被定到了，然后包一波上来就可能会被推一波，直接嗝屁哎、欸！不可能的吧？一二三，可能的吧？真的要出事哎、欸！真的要出事哎、欸！跟你讲，这个虫族冲他一定往那个斜坡上面走，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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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放过，完了，地主啊，不可能的吧？往后走，要被滚死啦！我不敢看了，鬼子死光了，没有鬼子了，我不敢看了，我不敢看了。哦，没事，真的出大事，真的是好突兀。这一波滚完，一样人口起不来。哇，可这边也送。没事没事，他只要按枪毙，他的人口就可以起来。是吗？但还有一点希望啊，至少现在 Zero 的钱也是见底的，再继续送，再继续送。要不来换下面的矿？战损赢那么多，但是就打不死，打不死就是打不死。我们还有希望，我们还有希望。其实我是真的用命在换的。我现在不要再看到地板上有干虫，再看到干虫就会出人命。好、哦，哎、欸，可以哦，这边找到一个破口，可以找到一个破口，可以把里面空换掉，很关键。这边要 Zero 要断吹了 ，Zero 快要没钱了。是船的大规模空投，这里快没钱了，他好像也不熟了。嗯，他好像不想回来了。拉开拉开，哎呦，还是有，哦，跟毒包回来，再来走吗？再来走吗？再来走吗？再两胖子，留胖的给你撞，好，留胖的给你撞。哎、欸，他也没撞，好险。哦，哎，而且我这里，哦有有，哎、欸，等一下，他有一只干从这边撸，你为什么不狙？留他走，留他一命。而且为什么地雷这么少啊？好吧。哎、欸，有有，后面干从掉了，但是有不是啊？他没有地雷，他没有地雷。后面，哎呦，差点被草船借箭了，差点出人命。没事，十三只鬼子，鬼子保存起来了。地雷，看现在就两个方式啊，看你要回去按坦克，还是地雷要按多一点。他都没有在，我是觉得按坦克强一点哦、啊。他是不是就有一个 BF？ 我是觉得按坦克强一点，他两个，他两个，还有两个，他两个才能长这样。完了完了，你怎么鬼子又在后面？你怎么鬼子又在后面？飞蟒丢到了，飞蟒没有能量了，飞蟒被 EMP 了。好啦，我感觉 Zero 人口好像还是按不起来。他应该没有再有奇迹的单位爬过来。你看，现在 Beyond 打一个会战，他要交四个扫描，他要把四周全部扫起来。他生气了，他生气了，他把四周全部都扫了。我要开图打。哎，你怎么让鬼子抵在前面啊？还要开图打？遁地兽好像狙掉了，遁地兽好像都狙掉了。哎，他那边怎么送了？哎呦！好，没遁地兽了。好像按不出兵了，这里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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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没了，这是真的没了啦。没毒爆也没狗，真的没了，不要再骗我了啊！你那个 EMP 打在那个爆掉珠宝上面是什么意思？锦上添花。那个 EMP， 那个是什么意思？帮你增加一点特效，看起来更华丽一点。好啦，这个过不来啦，这一个要塞顶在这边 ，How to lose？ 好啦，现在真的好，真的 How to lose 啊！虽然说宣布了，过程跟我想象不太一样，但还终究还是赢的、啊，好危险哦！刚刚差点彻夜未眠。我可以赢得这么辛苦。
什么啊？二兵营前面杀十个工兵还可以打这么辛苦，这就是无敌的 Zero 吗？怪怪的。哎、欸，沙师傅这么快拿一分、啊，一定是使出了什么神奇的招式。因为我们刚那把也是打了够久了。哦，啊也是。真的是各种增加戏剧的效果哎、欸。不错不错，哎呦，投了投了投了 ，Skillers 没有反应吗？没有反应，蹦蹦蹦，蹦蹦七个，蹦蹦八个，蹦蹦蹦。哎 ，R O B 哎，请问大哥，你的 O B 要飞过来了吗？哎、欸，还在被炸哎、欸。哦、这边啊，心智要掉了，完蛋了！什么意思？节奏看起来特快，这边再送一波。这边顶不进去吧？这顶不动吧？沙师傅这边怎么看起来有点软啊？哇，顶得动吗？哎、欸，好像哎、欸，如果白球有去贴前面，好像顶得动。他不要脱节，不要脱节。二攻要好，二攻好了。就是正面这一拳了吗？这边直接顶上去，鬼雷片光、啊、可是鬼雷是死太多了，对，不行啊，你的部队全部都脱节啦，你还在打那个兵营，你的狂烈士就已经不见了。往后跳，哇，好像有点可惜。顶不动啊，顶不动。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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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看光光哎、欸、头、啊、是这样是可以这样玩的吗直接空投换家空投换家直接在你脸上投过来换家换家、啊、不是啊 Skillers 有看到吧有啊看到了我看到阿拉拉兵哎、欸、他直接、啊哦、他直接灌我、哦、全部灌在这哦对啊换家啦这么觉得灌在这没有比较好啊怎么在那边阿克斯在那边变两个球送球啊现送哎、欸、啊你这里现抓现送送球现买现买现送什么意思这个不是啊，你等下正面追猎回来，你也打不赢这些部队啊。这可以这样换的吗？看能不能再刷。他刚第一时间看到，就要直接回去了。我也是觉得好像哪里怪怪，判断卡在这个斜坡很不舒服啊。猎光球，猎光球。烈光球，哎、欸，再来，再来一发，有功再起来！哎呦，哎呦，完了，就是地雷，胖子要把追猎杀光了，胖子要把追猎杀光了，追猎不够了，卡在这个鸟地方，打个毛啊！看来工兵打这个胖子是比较给力一点。那是的确。对啊，他是不是一个兵营都没有了？我看他好像是完全烧不出兵。Giller 身上有1900块，然后一支兵都烧，全部都停电了。他只有 VR 产能。他为什么不去赌那个空投啊？感觉是可以正面换的差不多了，基地留着给阿美杀啊！你工兵杀一杀，赶快 recall 回来。不然就是旅客回来配你家的那一波白球跟烈光球还有得打。对啊，家里可以刷一波兵去防吧。他刚家里面是完全没有，他还投了两颗球在家里面，还耗整一下，还以为对面会给他时间。什么意思？他变成两颗球一点输出都没有，还浪费那么多钱哇！真是天才，还可以打成2-2，这两个人
哎呀，啊，我们转眼之间就回到了 Cero 跟 Beyond 身上，第三场。现在几点？两点。嗯。哒哒哒。眼皮有点重。那确实。今天要播到几点？突然觉得好像播不到早上、啊。好像老了，我老了。干，我现在已经连续工作了14小时哎、欸哦，真的哎、欸，我也差不多啊。哦，而且真的是 non stop 哎、欸，从12点起来。十要十早上十一点半，然后十二点就开始一直工作，到现在没有停过 ，non stop， 没有啦，中间洗了个15分钟的澡。嗯，真是太刺激了，两船兵。床好软，我劝你是不要随便刺激人啊！劝你是不要在这种时候刺激很敏感的人啊！哎呦，等一下这一场结束，冰箱还有杯咖啡，我等一下去拿一下。羊要两船兵了，两船兵，拿手船虎兵，啪啪啪！讲真的，讲真的，那个这几间便利商店的咖啡哪一间比较好喝？你是要喝拿铁还是要喝美式？拿铁。我觉得全家的好一点，全家的好一点。欸，可是我都喝特浓的，我觉得特浓的全家好一点，但是一般的我觉得全家的比较难喝。妈，你知道我上次啊，我有一次有一个晚上我就很无聊，我就想说我突然想喝便利商店的咖啡，然后我就想说顺便点一下就是便利商店的就是微波食品。结果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因为外送平台通常它反正它是所有品项都在上面，嗯，然后你就点一堆，然后它很容易可能会有一半的品项是没有的。结果那一天我就想说，依照以往的经验，我可能点个四项到五项，大概有一到两项是没有的。结果他妈的他全部都有，然后全部都送过来，三小，我是秉持着。我是秉持着干至少会少个一两项的这个心态去点的，全部都送过来什么意思？不是就是没有啊，就是我没有想到那个时间点，因为那时候好像是多少两点多还是3点多去点便利商店的东西，嗯，然后结果就全部都有，我以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补货，你知道吗？结果就全有了。通常点熟食就是很容易点到没有的东西。半夜补货，哎、欸，可是。就通通送过来了。微波食品，你是哪一种微波食品？是一袋一袋装那种？不是不是，那个一袋一袋一定全部都有。我是点那种一盒，就是一盒一盒那种饭类的啊，或是面类的那种。哦。然后送来的时候就傻眼。那有那你是买多少？我点了400多块啊，但依照以往的经验，大概就是200，大概250左右而已啊，一定会少个一两箱。嗯嗯。哎、欸，感谢订阅！哎、欸，这两层千万不能掉，千万不行。比如说美式、seven、拿铁、全家，
那我有好奇一件事情，有人喝过莱尔富或者是全联的咖啡吗？没有，来个那两间连走都不想走进去，你知道吗？啊，不是，而且我家附近的全联竟然还倒掉了，到底是三小？我没有看过全联会倒的，真的耶，蛮少见的。那全联呢？啊，不是听说顶好，不是听说顶好，哎、欸，这有没有机会把这个基地强点？他在强奸这个基地。二本，毒爆来了，毒爆来了，毒爆来了！哦，好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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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 Beyond。哎，对面不是树，顶好是不是也有？就是他变成那个，对啊，对啊，顶好也有啊，对啊，有人喝过吗？你决定。你确定豆子有在换？我是不知道，我就好奇啊。哎、欸，帅点毒爆啊！怎么没有经典点毒爆？不甩了，不甩了。都2022要2023了，还有人会被两船兵打死吗？就是现在是没有顶好了，就变成那个。家乐福的那个叫什么？超市模式。送礼也不要。你是真的？你们是真的有喝过，还是就凭印象就是不想给他机会？可是全联的甜点很好吃。也不是每一次都很好吃吧。我都吃他们那种乳酪或是什么布雷之类的甜点，超难喝，好吧？喝过的人有资格说。哦 ，Beyond 这边兵营全部补起来了，他要打一波了，他补到八兵营了，简单暴力，这个是带胖子的八兵营。打得很暴力啊、就是我觉得全联的甜点是这样，你大概花个150块就可以吃得很开心。嗯，好像是这样啊。哎、欸、这边在找洞钻找不到。人生出了一个大洞啊。再起来。刚刚的阵型出了，哎、欸、什么意思？有、哦、可以哦，哦，这波很赚哦，吸了狗，然后又点又打了吗？有、哎，好啦，没妈了，感觉好像，怎么你要宣布了吗？好像又可以宣布了、欸，哇、啊，这等一下很难守哎、欸，这个正面这一拳有点难守、欸，哎，这一拳很凶的、啊，等一下那拳很凶的、啊，二攻二防那一拳，对啊，这一拳二攻二防。你看，抽出攻防，现在才刚提而已。这个二打在脸上，你的一还，你的二还只有一半而已啊。没错。啊，很有机会啊！人口领先很多哎。就是这一拳呢，一拳超。主要是因为刚刚妈死了，所以你这边这些空投会变得不是很好处理，这个、有看到就被多撑一点东西。哎、欸，有看到不打。来了，台铭要来了，190，而且二二要好了，二二快好了，要等一下吗？等一下吧，怎么都打那么粗啊？等一下吧，100%要等的、啊。为什么这个190200人口的正面看起来那么少？肯定不是啊，他右边有一坨了，还有多少还在后面呢、啊？有一半还在后面，然后分了，哎，不是一拳吗？不是正面这一拳吗？怎么还分了一分出去啊？哇，好多、哦！接上来了、哦，然后下面还有一小坨。天哪，怎么两团枪兵吧？哎、欸，这边直接滚过来，地雷有炸到吗？还有没有？哦，没有冲开哦，还没有冲开哦。但后面毒爆还有。然后上面这里打开了。进去。怎么还有这么多狗？集好。起来，上去卡好。哎、欸，跟我想象的，然后守住了、欸，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哦。又有人站在这个1.5层加盖的位置，
自己想办法，荒岛求生。怎么有人？怎么有人又要投一波很大的进去啊？觉得我觉得不要分刚刚那个哎、欸，这边一拳顶上去就好了。哎呦哦，这错！哎呦，很少看到 Zero 被炸不塌。哇，可以哦，可以哦，三本点掉，狗吃没了。我跟你讲，把那三本点到狗吃再点，狗吃点狗吃点狗吃，点他的狗吃，点他妈的狗吃，他不会点狗吃。哎，鬼嘞！但是埋下去，哎呦呦，他有有好像有没数买，擦掉了，有人 X 有人自爆，有人啊，自爆自爆，吓死。哦，但是现在很关键是三本掉了，三本掉了 ，Zero 这边三三没有按到，哎呀，好像可以宣布了，啊，宣布了啦，宣布了，然后四三，然后四三再起来，鬼雷砰砰砰，可以啦，你看这里还下来了，对不对？有然后等一下这里没再点狗吃啊，没取消，点狗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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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他的狗吃，点他妈的狗吃，有有有有，七点了，七点了，不要再点其他东西了，点他的狗吃，有七点了，七点了，七点了，七点，有有，好，再起来，继续。How to lose？ 不要紧张。How to lose？ 果然还是要把自己最擅长的东西拿出来用。我打的比较节奏的感觉。不咬紧，不咬紧掌啊！霹雳霹雳啊！真的，虽然2022已经不会有人第一时间就被这两双兵打死。但是这个后续这个第三船第四船嗯你确定吗你说那个 S 开头的虫族吗哦哎、欸、啊怎么这两个人可以打成这样哎呦啊怎么看起来神族好像被我一脸怎么看起来像神族要被一波推倒的样子啊神族是没东西啊、欸、怎么就这些鸟蛋啊坦克架起来先架21只狂战士然后工兵不要说为什么你的枪兵在工兵前面为什么你的枪兵在工兵前面啊哇操给个位置啊！欸、但他的凤凰，哎、欸，没有，好像守住了。嗯，我也觉得好像守住了。不是啊，为什么他的枪兵会在工兵前面啊？他到底在干嘛、啊？什么东西啊？月主带跑。哈哈，自己跳吧，自己跳一跳吧，自己跳一跳吧。什么意思啊？打得很厉害、欸，这么艺术、啊，怎么会 A 的这么丑啊 ？A 的这么丑是合理的吗？哦，继续。对手野 BG 看到了，第二次死神还出门，真的还假的？也不是不能出门啊。他就是想去换，就是跟你互换，看谁家里操作比较好。反正你只要门口不要被进去就好，是能接受出门的，但要看他后续接什么东西。沙师傅回家了，狂战已经在砍二矿了，二矿可以炸、啊，你可以炸了回来，炸了回来再盖啊。因为你的死神如果都在家里甩，那后面如果追猎接过来，教士接过来，你还是打不赢的。怎么你又要打三兵营了？真的、欸？对面刚刚十二滴五瓦开，你都打不死，你怎么这么厉害啊？你一定要打到最后一把就对了。死神，这飞过来看到就懂了吧？看了两个币呢，懂？懂懂懂懂懂。
出发，出发。这把狗树在提啊！啊，这把是树狗开，就削你这老狐狸。看了一眼，就削你这老狐狸啊！这个是手，这个是手，这个是哎，这是怎样？啊，第一次死人就这样死了。啊，好啦，可以宣布了。依照这一把这个节奏，大概可以宣布了。怎么会有人第一次死人这样死？三兵营第一次死人就这样死了，已经可以宣布了，你知道吗？不打，应该走两兵营而已啦，他走两兵。没啦，三兵营啦。三个吗？门口两，门口两个，主矿被变一个。他这样第一次死人死掉。对啊。那确实是不简单，不容易。我没有想过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哎、欸，哎呦呦，还好，刚好冲起来。狗出好了，狗出好了。到底什么意思啊？看没有？干嘛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用？我就不懂。啊，就最近一堆，就最近一堆慢狗速的、啊，慢狗速的开局遇到这种就会比较痛苦一点。我感觉他都是让自己在痛苦。宣布了吗？是 Zero， 我就敢大胆宣布了。Zero 优势我就敢大胆宣布了 ，How to lose？ 真的优势有优，这死神卡这里，快走不了了，要走不了了，哎呦，狗不够多。哎、欸，是不是 Beyond 前阵子有拿一套那个什么什么枪兵死神，然后医疗艇冲上去？哦，没有，啊、他不是枪兵死神，他是纯死神加医疗艇，然后冲上去，然后被包一波就，然后被包一波看起来像个浩呆一样。千万不要哎、欸，千万不要！啊，他在按枪兵的，他正常。听那个听起来有够废的，确实，他一抽上去，然后被包起来就什么都没了。无聊打打团战拿出来用就好了，这个先不要。打团战用那么废的，我第一个先拼他。用那么废的战术，我第一个先拼过，先拼他，拼死他，把他基地，把他基地 A 了。哇，这才浪费我们的矿，还不如让我自己来踩，浪费我们的资源。让他打一波。哇，这是什么枪兵死神的一波，是不是？是打退这两船兵接出来，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是很神奇的，因为两船兵，然后再加这几只死神用那个炸弹在那边炸，其实是一个很神秘的局面，就是你有机会，你把炸弹把那个狗全部炸散开来，然后枪兵在那边输出。可是手弹是不是有点 RNG 的成分啊？感觉像靠赛，就他是 Beyond， 他是 Reaper King。OK， 他是 Reaper King， 他不是 Reaper King， 他不是 Reaper King， 他是 Ghost King。OK， 那等一下这个义工，哎呦，这个虫胎打的真是烦啊！哎呀，赵天杰，赵天杰了。然后冲上去了，早点钱，冲啊！哇，等下就没有狗起飞的画面，等下狗就不会起飞。等两层兵过来，但毒爆也变好了，所以其实理论上这一波也没什么问题。不，怎么感觉下一把？下一把啊，刚就宣布了。什么意思？干嘛？什么意思啊？啊！亮出位置来了！啊啊！还送一只工兵！啊！难道是因为我又喊出那个东西了吗？再走，再走，再走！啊啊！还差三个！啊！还在杀！四个！啊！我一只死神进到主矿残血绕一圈回来，杀四只工兵！啊！啊！好厉害哎、欸！
跟鬼一样哎、欸！会不会换一波很差的？然后哦，哎、欸，好像真的要、欸、他是不是有点穷哎、欸？好像真的要出事情哎、欸！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他这个左右两边都开始在出事了哦，毒爆点掉了、欸，然后这边继续蹭，嗯，先回血。但是不能失误，现在就是跟哎呦，考验人类的操作。但是 Beyond 也没有 ，Beyond 也没有三块 ，Beyond 也没有钱、啊，就是正面就是一波、啊，对，那就是那一波了，就是一波。但是这个人口我只能讲怪怪的，要看一下 Beyond 可以加到哪个位置了。要一个位置，看到坦克，看到了，看到了 ，Zero 也知道 ，Zero 也知道就是这一波、啊，看一下怎么加。张图，这张图还算可以包的。他、啊、上面这里被打就给他吧，部队要够多哎，这基地给他啦，这里不好冲，这基地给了，然后你再往，啊，但因为没有重胎，所以等一下这个基地给了，坦克会加到三角形的这个位置，卡在这个地方，你到处都会炸，都会开花，对，真的不太妙哎，因为这个三角形的位置真的坦克架过来，你二控斜坡口很难下来，也要被轰轰飞两下。哎，他丢主控吗？别，看到感觉不用啊。放一点就好了吧？没有，我的意思是感觉打这里好像没有比较好。他想打吗、欸？但是后冲在，等一下，为什么 Zero 后冲在死？完了，啊 ，Zero 后冲死了一大半。哦，狗也死了一大半，狗也死了一大半。他怎么突然又撸回去了？啊，那个船兵是这样，哎、欸，那个摇艇控的跟我一样、欸，哎，他突然就不动了。对啊。哎、欸，但后面有没有办法先夹一波？后面有没有办法先夹一波？不是，现在有很尴尬的问题是，他后冲死了一大半，然后等一下解放者接过来，他很有可能会顶不出去。看一下剩几只后冲，还蛮多的啦。那是用命挤出来的。刚刚夹得住啊？投那个是在投什么东西？没看懂。我感觉狗毒包全部绕出去去撞那个正面，然后上面就给后冲顶就好了。因为上面他分上了，他要这样子做，他要这样子做。来了，要冲了！哎、欸，刚好坦克刚好没有加、哦，坦克，可是输到后面了。边有办法，有办法。哇，毒包没了！哦，哇，毒包没了，输、啊、住了，毒包没了。啊，毒包没了！而且解放不是重点，是解放把矿区架住了，矿区没在采钱了。啊，经济停滞了。啊，妈死了！妈、啊、又死了，没有妈了。他又死了！哎呦，要借出去了，完了，可以宣布了吧？宣布了，这人类不肯输，这真的不肯输了啦！解放等一下过来了，等一下解放就是架正面了。其实我觉得他一开始就架正面就好了。我也是这么觉得。对啊，然后就架那个矿区有点浪费，哦，没什么必要。主要是说 Zero 没钱，你说他有钱就算了，他也没钱。然后他原本那个农民处是可以拿来守这个两矿一河是没问题。嗯。哎呦天哪，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就是我讲的那个位置啊，这里只要架住你那个二矿，想要下来都很难下。要包，还要去换家了，他是不是要去换？我们还要包，好包。啊！这怎么可能冲？怎么可能冲得下来？你在骗我！卡这样子哎、欸，还是等下 F 缩成一团，跟沙师傅一样。来了来了！哦，右边，有没有机会？有没有机会？哎啊！但后面还有。好啊！怎么在这里？上面又来、欸，上面又来了。啊，好，有医疗艇，我想说这个医疗艇会不会送啊？但是好像又要被包掉了。是有医疗艇可以再走。我刚刚想说，靠，没有医疗艇。手上是怂哎妈，没事啊，你要想一件事啊，人类的两矿一波是可以永动机的、啊，只要家里的工兵不死，他这个两矿一波永远都是永动机啊。可是他永动机永到对面，如果二攻我防的话，是不是就动不了？那还很久、欸，哎，还要一小段时间。嗯，但是刚刚被包掉解掉那一波确实是蛮亏的，被撞到太多东西了。
两船就出去。看起来确实不是很妙。所以我把工兵补起来，然后二攻二防好的话，对啊，如果二攻二防好，他就顶不动嘞。那、啊、如果工兵有补起来，工兵现在是没有补起来的、但我觉得他顶不动。为什么会一直后虫在这里？什么意思？重点是那个解放者还不走，是什么意思？哎呦，想吃狗、哦！哎呦，这边免费赚免费的战损。哎呀，有种再过来一步，有种再往前一点点。哎呀，这位置太白痴了。后虫死了，后虫死了，后虫死了，千辛万苦，还卡个位置，矿开不出来。哎呦哎呦，甩、哎呦甩起来。不舒服，但二攻二防好了。合理来讲，这个二攻防好了，应该是推不动才对。还是这个位置到底要卡多久啦？哎呦，都要死了啦！哎呦，这位置到底要卡多久啊？这个解放者已经 unstoppable 了。biu biu， 然后这边，你俩现在 Cero 是不能吃到任何地雷的 ，Cero 吃到地雷会出大事的啊！终于解掉了，解掉了 ，finally， 感觉这个风向还有点乱、欸，但是这个正面要看一下 Cero 夹的怎么样，应该会夹吧？哎、欸，你看啦、啊，这就是永动机，永动机。太过分了吧！这人类从头到尾就两个基地在那边飞来飞去，动起来，动起来！来了，滚上去了，滚上去！但地雷，等一下，地雷好像炸出来了！哎呦啊！好像不行，左边这边胖子，胖子换完，胖子换完，胖子换完，要绕，要绕，要绕！哎，地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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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土包迷路了，土包迷路了！哎，好像被撞到了，哎，有撞到，有撞到，啊，撞到嘞！啊，怎么好像出事了？啊，117。这就是二攻二防的厉害吗？应该可以宣布了吧？这波滚过去不是啊，所以我没东西，不是所以我没比较没东西啊。有他医疗艇，可不都是医疗艇啊？他可以用力的甩，又可以再宣布了，虫族How to lose， 又可以再宣布了，又可以再宣布，可以啦，可以啦。虫子矿都开出来了，农民也补起来了，飞蟒也出来了，到底有什么理由可以？到底有什么理由可以输？耶！该出来的东西都出来了。哇，夜景好多啊！我撞了什么？那个地雷。你就是那个理由，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鬼雷，看一下鬼雷，没炸出来，有拉开，有拉开，有拉开，啊，一路滚过去了，轮战撤过去啊，好多医疗艇，撤过去。黄狗都在提了，没道理了吧？的确啊，科技领先，让虫族都被打死，不可能吧？这科技长这个样子，不可能的吧？赤水也在按了，赤水也准备要按了，除非有奇迹，吃两发大的。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 Beyond 现在还有办法补兵营吗？他有那么多的錢嗎？他说两个基地，他说两个基地，他为什么还可以补那么多兵？他有余钱吗？为什么人族这么？为什么人族这么厉害？为什么说两个基地可以补到八个兵营？怎么这么厉害？两攻八兵营，我这么厉害，吓到了吧？我着实吓到了。哎、欸，被冲了，被冲了。好，先再按下去的话，360度。
好土路斯。哎、欸，怪怪的、欸。冲一冲，没事啦，都是医疗艇。等下一个寄生炸弹再过来，那医疗艇就要全没了。啊，受不了。GG 了 ，GG 了。哇！虽然我现在一脸怀疑，一脸怀疑自己到底在打什么，对手到底是怎样啊？这拖到了两个基地，然后可以补，看他又补到八个兵营，然后又一直。又可以一直接兵出来，到底是三小怎么这么厉害啊？这个人嘞，中间那一波卡那个三角点位，还被包被撞烂，太扯了，太夸张了吧？欸，他 A 那个三角形的时候，他人口是领先的。哦、他还有一，但他有一波，他去走左边呢、啊，他就没有一波到底的决心。对啊，到底在干嘛？连解放者都要去加背面啊，他就两框一波了，他也要一直打这个双线，他就没有去学到那些两框一波的精髓，就是正面一拳干死你啊！对啊，正面一拳干一干就结束了，还在那边。这一期是这样。太奇怪了，我们这场喊了几次 How to lose 啊？我不知道，我不想算，不要问我，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这样也可以强行播完。这两个人自己都打懵了，一个人在对着自己的荧幕自言自语，然后另外一个人一直在搓自己头发。好忙好忙，没事啊，我也忙了。怎么会这样？2-2了！天哪，我们这个胜部四场里面就有三场打满，太舒服了吧！对，太舒服了吧，舒服到不行。敢不敢兵营放起来？没有，零啊。哇，如果彼岸输的话，那楼下就会有一场内战。嗯，不干我的事。嗯，知道，不要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太可怕了。那个改变我一生的那一天，就是那一天，刻骨铭心的那一天。我只是吃了一顿铁板烧，喝了一杯奶茶。哦，不对，我喝了两杯，喝了两杯奶茶。从此，痛改前生，人生发生巨变，人生发生巨变，人生发生巨变。隔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有点不太一样，不同以往。啊，打洋传病。
哪一家？本季老师去那个南雅夜市里面找了什么，就想说看了一间新兴的铁板烧，看起来还蛮新的铁板烧，去吃了，想说就去吃一下。东西是不太行，但是还是让我改变了一生了。物超所值啊，物超所值。他怎么讲南亚那家铁板烧你就知道哪一家，那那边是只有一家铁板烧是不是？那边有很多间，只是新的可能只有一间而已。哦，就是有一间新兴的，看起来新兴的铁板烧。你说哪一种猩猩？动物园里面的吗？会叫的那一种，会叫的那一种，哦，还是会给人600秒的那一种？会给人600秒的那种，那我不知道那是哪一种，我不确定，不是很确定。啊，果阿根廷谁会赢？看名字，看名字肯定是支持南美洲的球队吧？南美洲听起来就比较厉害吧？嗯，没有，没道理，没道理，南美洲的球队拿不到冠军吧？不好说。哎，怎么直接走一波出来？直接往前走了，没事啊，他就是这种枪兵出来掳小你的，只是出来吓吓你，你知道吗？然后抓抓王虫，等下就回去。All in 身家了吗，各位？而现在买赔率已经没那么高了。是啊，道讲道理，足球不是南美洲的天下吗？不是吗？可是职业联赛都是欧洲的啊，这不相信啊，不相信啊！什么英超，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也没看看足球。来了两船兵，哎，对面出蟑螂的，出蟑螂的。OK， 出蟑螂，但这个出蟑螂的就很考验你那个后虫的位置。嗯，五大联赛。现在法国赔率还比较高，真的还假的？我们各说纷纭呢。好啦，信我一波啦，压南美洲的就对了。有人开市了，各位。相信南美洲。下好离手。怎么这时候竟然要去打这个？竟然要去打这个脏狗毒豹？而且主要是很少看他这样打，哎，没有，重点是这张图开出来就很不舒服，没办法，强行博完。感染虫巢放下去。哎，所以我们晚上边看最后一天，然后也可以看足球。不可能，连我不看的东西都可以奶吧？不可能的吧，我会帮忙密切注意的。
不可能的吧？我这个虫胎清的好像还可以哦。主观这边防守没问题，有遛狗、然后干嘛？还要蟑螂直接去跳遁地兽，那也行，那也可以，那也行。遁地兽穴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理论上这几年啊，只有那个男人会拿出来用，那个 D 开头的虫族啊。你说最近有在开直播那个吗？哦，对。然后各种打输，他直播不是都这样？奇怪，这些选手开直播都是在演的，没有一个在认真打的。像当初还有个什么6000分的人类，啊不对，不是6000分，5800分的人类，电梯直线下降，电梯直线下降。哎呦，飞马在出喽！我跟你讲，这一波正面还是有压力的、啊，因为遁地兽理论上转不出来。你不推吗？你不推就没，再不推，等一下你就要真的要直接往后期打，因为 Beyond 是看起来是一波的、喔。哎呦 ，Beyond 是没盖四矿、啊，那这个是一波的、啊，那这个一定要推啊！而且他没有22，什么意思啊？那就是真的一波、啊。180一波这样，什么意思啊？这样子推死了吗？不是他，我觉得 Beyond 这把打得好奇怪啊，这个流程。到这个时间没有一波、就是，然后现在才推出来。就是他这一波顶出来也没特别早啊。对啊，啊然后还是他觉得对面是要来打他一波的，然后结果实际上 Zero 是直接跳三本，然后转遁地兽。而且飞蟒刚刚好像有按，有可能吗？看一下有没有，这蟑螂死很多哎。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哎，右边，坦克还是有点厉害。右边，离家出走，坦克拉走，拉拉拉拉！哇，工兵形成一个包夹，包什么？怪怪的，怎么这样要死？怎么这样被锤死？应该不会啦，遁地兽好像还站着。怎么没事？到底要 A 哪？抢下！遁地兽还站着，然后等一下飞马雾一下吧，雾一下吧。妖精都还可以奶吗？他竟然让那个工兵，那个工兵竟然绕一圈回家嘞 ！Amazing！回家，我回家。去哪？换架这个口吧。不是啊，四川。从上面推吗？怎么你又分两边了？你不要再分边啦、啊！你就一拳，你就是这一拳。你看你181，你这一拳顶上去不是很好吗？对面是遁地兽蟑螂，那不可能会有什么奇怪的东西从后面冲过来啊。他有接回来吗？他也是投了，好像还是打穿的。这边打不赢啊，这边太多了，没有遁地兽过来打不赢。你可以，你要宣布了吗？宣布啦！哎呦，宣布了啦！天哪 ！How to lose? Zero 下去拜着主。这个活。How to lose? 宣布了，没有遁地兽了，遁地兽全没了，死光了，稀寥寥，死一个遁地兽。这么厉害啊！人类怎么一攻一防这么力大无穷？虽然说虫族也是一攻一防。没有，我觉得交战前好像死太多东西了，你不觉得吗？有那个游的有点神秘。对啊，主要是打这个东西就很不像谁哦，这个东西打起来打估计好赢。我真的很少看到他这样打，拉过来。我怎么感觉这里好像比较拉？我感觉去赏那个医疗挺绿，那个机身炸弹好好的。可以，抢一下。哎，不行了，不行了，没了啊！他怎么还在悟这个？没有意思啊！我靠，两只遁地兽创造奇迹！你在骗我吗？
好多坦克哦，天哪！我一台是一台，直接不理你是不是？我、啊哦、直接在这里是不是？买买，扫描扫描，拿出工兵，谁都打出了 GG。这么厉害啊！这么神奇啊！这么厉害啊！哎、欸，我也觉得他那一波的 timing 没有特别早，是我会错意了吗？这么强？不过确实他再晚一点推就推不动了。飞蟒出来了，对啊，飞蟒出来，对你说科技一好就推不动了。他掐在那个最后的 timing 点推死了。但我觉得八成也是因为这张地图有点太。太智障了，这张地图左右拉扯太智障了，干脆给你一个赞，给你一个赞，给你一个赞。Oh, you can ask whatever you want as well. No, you go first. All right. Congratulations, Bjorn. Yesterday you said you wanted to play Cyril, but then you acted like you didn't want to play him at all. 啊？这波我也是扑朔迷离、峰回路转，有来有回。最后 Beyond 是三比二，三比二啊，赢下这个胜部的比赛，晋级到第二轮。那上去的话，只是要打 H 圈，一个深大人。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就剩下白布的比赛了，是白布。이번에사라선수의경기정말멋진경기보여주셨다보니까이게그냥연기였던건지白布的话，克莱要打嘎姐，古米要打斯基勒斯，肖战要打 Solo， 然后 Sarah 要打 Hero Marine。OK， 好，那等一下回来应该是会先播，我想。막상만나니까我看应该是会先播可恋打嘎姐吧，一连应该是会播这边。塞拉를가장제일만나기싫었고안만난다고생각하고있었어요저는그냥어차피확률 33% 인데만날확률이어차피낮은확률이니까안만날我们休息一下，等下比赛开始之前我们再回来。진짜머리가까매졌고근데그건있었어요제가저도손해볼게없는도전자입장이라서마음을되게편하게할수있어가지고오늘이렇게재밌그좋은경기가나왔던것같아요So he says, initially, I was assuming I wouldn't meet Cyril, but as a foreshow, of course, I want to meet Cyril, kind of a, you know, to gain more interest. But when I had to face him, it's all of a blank, for sure. And it was kind of a devastation that came here. But at the same time, I was the contender. So I was, as a...position of the contender, well, if I lose, then it is what it is, I lose. But I have nothing to lose. So I think that kind of a mentality gave me some strength over there. You did say that you wanted to drop down to the lower bracket and face Hero Marine, and now we're not going to get that match. Are you sad about that? Do you have anything you want to say to Hero Marine? 이제아까그뭐지어제이제히로마린선수가변현선수에게이제딜을걸었는데변현선수가그거를이제안하고그냥지고히어로마이잡겠다고했잖아요그렇죠근데막상이렇게또세라를잡고올라갔는데이제또히어로마이선수도람보선수를잡고지금밑에있다보니까어떻게좀무슨말을좀해주고싶은지히어로마이선수솔직히말해서솔직히못이길것같아요못이길것같은데 솔직히질것같아요근데히어로마이선수한테해주고싶은말은너무그러니까자기스타일제가히어로마인선수가좀짜내는스타일이거든요너무짜내려고하지말고끝내려고하지말고좀천천히할필요가있을것같아요그러면은좋은결과가있을것같아요히어로마인선수도되게잘하거든요저도솔직히내시어제만나고싶었다했지만되게잘하는선수고제조언을좀들었으면좋겠어요네일단그마이크가저이렇게좀작다그래가지고 네, 네마이크를좀더이제붙여주시면아네 네So he says, I want to say to Hero Marine first. Before I start, I think Hero Marine has a very low chance of beating him. But I want to say to him that just don't try to rush. Don't try to rush. Just try. Don't try to get too eager to kill him. You know.
he has a lot of, he does a lot of all-ins and kind of aggressive stuff. Just, but I don't recommend that. Just try to relax. He's a good, he's also a good macro player as well. So I think he, if he changes his kind of style against Cyril, I think he might have a chance. Oh, so he gives some advice to Hermione. I like that a lot. Mm-hmm. Rainer? Interesting. We agree to disagree there. Oh, okay. I think Cyril is definitely favored. And yeah, for Bian,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e waterfall game? Do you feel like you threw? And yeah, what could you have done better maybe in that game? 4세트 워터폴 경기에서 사실 좀 이길 뻔 했는데 변현 선수가 약간 좀 많이 실수를 했던 것 같아요. 그래서 그게 거기서 좀 뭐가 잘못됐는지 좀 예, 궁금하네요. 맞아요. 레이너 말대로 실수를 했어요. 제가 확실히 유리했고 끝낼 수 있었어요. 3대1로 끝낼 수 있었고 저도 그걸 느꼈어요. 그러니까 이거 가면 끝나겠구나 했는데 제가 그 레이너랑 어제 경기하면서 비슷한 상황이 나왔어요. 근데 약간 그게 떠오르면서 그 똑같은 실수를 했거든요. 의료선에 있는 해병이 잡히는 여왕에. 그 실수 때문에 조금 더 위축됐던 것 같아요. 어제 경기가 쭉 떠오르면서. 아, 일레이저 경기. 아, 일레이저 경기도 그렇고 레이너 경기도 그렇고 두 선수한테 약간 네. 그렇게 그 의료선이 터지면서 좀 어려워졌는데 초반에 굉장히 불리했어가지고 저는 그래도 내심 만족해요. 그렇게 좋은 경기했다는 거. 저는 졌지만 기분 좋은 경기였던 것 같아요. So he says, I definitely screwed up there. I mean, I felt it. I knew I was in an advantage, but losing Medivax to Queens like made me think of yesterday's games, like against him. Against Rainer and against Laser, you know, there was definitely the moments that I screwed up, and it was kind of overlapped with him. But I just tried to get more optimistic thoughts because it was actually started bad because my Reaper got killed in the first place. But I kind of dragged this game into. The position and the moment that I could win 3-1. So initially it was bad, but in the end I was satisfied. Okay, good to hear. I don't have many questions. So. Okay, tomorrow you're gonna play against Austria in the upper bracket semifinals, and then if you win, either Rainer or Zaun are on the other side. How do you see the upper bracket play out? 이제 4강의 승자도 4강에서 아스트리아 선수와 경기를 하게 되실 거고 이제 반대쪽에서는 이제 박한솔 선수가 경기를 치르게 될 거거든요. 저 그 경기들에 대해서 좀 어떻게 생각하시는지 궁금하네요. 솔직히 아스트리아 선수 되게 잘하고 제가 온라인에서 만났으면 솔직히 걱정 안 했을 것 같아요. 저는 제가 많이 이기는 선수고 거의 졌던 기억이 없는데 근데 오프라인은 또 다르고 앞에 경기 보니까 진짜 너무 침착하고 제가 아까 히어로마니한테 선수 조언한 그 침착하라 천천히 해라. 그거를 가장 잘 실현시키는 선수가 지금 아스트리아 선수 같아요. 근데 저도 뭐 사실 오늘 질 줄 알고 있어가지고 이렇게 저는 이를 게 없어요. 이제 그러니까 되게 편하게 할 수 있을 것 같고 반대편에 레이너하고 한솔이는 솔직히 한솔이가 이길 것 같지는 않고 레이너가 이길 것 같아요. 그래서 레이너랑 다시 한번 리매치를 해보고 싶어요. 어제 드로우가 떴기 때문에 승자 결승에서 한번 이렇게 승부를 한번 내고 싶어요. So he says, well, I didn't really think that I would advance to the upper semifinals. So I have nothing to lose anymore. And Australia is actually a very good player. I mean, like the match against Showtime, he had really calm vibes. And he, even though it's in massive pressure, he did really well. And good macro player, of course. So it's going to be a really interesting game. Of course, and the game Rainer versus Zaun. I think Zaun has really low chance against Rainer, so I think I can face Rainer in the upper bracket finals. And this is going to be a rematch, interesting rematch. And I'm ready to get a revenge on him. Oh, okay, I'm watching it. Great Rainer. Okay. All right, thank you so much. Congratulations again. Thank you so much, Maddox, for the translation. Uh huh. And yeah, thank you, Rainer, as well for the cast. And
사인 그 이제 노트북이 이제 경매에 이제 돌아가거든요. 네. 아 경 그 경품이라서 이제 선수분들이 다 이제 사인을 하고 가세요. 그렇기 때문에 여기 변현 선수의 사인을 한번 좀 해주시면 안 될까요? 아, 그것도 물어봤어요. 저도 이 경품에 참여할 수 없는지. 처음에 참여할 수 He wants on this raffle. I want to play. Understandable. I want this laptop too. Yeah, he wants this laptop. Yeah, it looks like it's a good laptop. Ooh. Oh, good pick. He takes a lot of space, but he just beat Cyril, so we'll. Yeah, what happened here? I'm recovering up my. Okay. Listen, man, mine is by far the best. All right. Thank you so much, guys. We're going to go to a break. When we come back, more StarCraft. Don't go anywhere. We'll see you right after this.